那颗心转来的女孩很想去搭话，然而想来想去根本就没什么机会啊，像是个吃过西瓜手做的便当吧。你给 A 君写完的作业，我立刻陷入了深沉思考。去做菜，想着一直会被嘲笑，连天然气灶都离不开。反正一直觉得，就算一个人也挺自在。那种丢人的事，总之先去偷偷的买菜。